不太了解，班长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考考你们大家的默契。待会儿集合的时候，左手拿扫把，右手拿水桶，带电视腰带，不带吃的，带小帽，不带钢盔，记得腰带不要挂在脖子上。开始。集合的时候，左手拿扫把，右手拿水桶，还有带电视腰带，不带刺刀，戴小帽，不戴钢盔。你们大家不要把 S 腰带挂在脖子上。大家都了解了吗？你们认为该穿什么该拿什么就去做，不准交谈。两分钟之后听到噪音集合，扫街之后不敬礼解散。走去。有点人搞错的话，你就倒大霉了。还有30秒，10秒，5秒，4秒，3秒，集合。你们这是什么默契啊？林俊山呢？哎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的啦，班长在练的啦。你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报告那个班长，刚刚不是说大家最近表现不错的啦，可以放五天容易假，不用加单就可以出去的嘛。